金惠赟今日出现在机场，充满学生的清新气息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当天她穿着衬衫内搭白色系上衣，还有一件 A 字短裤，脚上穿着娃娃鞋搭配短筒袜，充满少女感。不过发型却被网友吐槽，真的很土不好看。造型师替金惠赟做出旁分的发型，还有发夹固定刘海，试图打造出青春感。但网友认为这个发型真的太过时了，而且一点都没办法凸显金惠赟五官的优势。此外，造型虽然是现在流行的休闲 Y2K 风格，但选用了黑色皮带搭配白色系的服装，硬生生将金惠赟比例变成55分。网友吐槽造型师在整她，不过也有粉丝认为金惠赟还是很美，而且她明朗和粉丝互动，光是看到她的笑容就被美到融化了。